到了吗？这个，我看，来这儿啊。嗯，那你这确实得矫情一下。好吃。你看我手真的烫出泡了。烫烫。烫了。那你没擦药什么的吗？没擦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，我看，来这儿啊。嗯，那你这确实得矫情一下。哎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好。你怎么被烫的？到换热水的时候摸到饼上了。露露，你没有烫伤膏吗？我们拿一下吧。烫了，我的妈呀！慢点。直接拿，哪啃啊？对啊。弄的他，然后又过了一遍羊村的鸡蛋很棒啊。我们下次可以做那个鸡蛋面，鸡蛋擀扁面。哎，孟姐，你可以把这个放下边，对，冰一下那手就好。我们在做了一桌子好吃，等你回来吃，然后你也不回来吃。对呀，你小赖都快急死了。我们都吃饱了之后，然后你。对呀，我跟那个月月在烘焙屋。你跟月月就工作是工作，吃饭是。还得回家是吗？那你。不能不回家吃饭啊，对啊，不能工作完了之后。可是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们十五个人。当然了，但你有你的爸妈呀，我是你哥，这是你弟，这是咱妈。对，我是妈。